刚刚播完，接下来呢，真兄弟在路上接力播出，我是主持人甜心，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这个互动，这样呢就有机会获得由全球电动车真正领导者雅迪电动车送出的电动车一部了，也欢迎大家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东南卫视的官方微信，参与微信重走万里茶道的活动。我们每个月呢都会抽出一名幸运观众，获得价值20000元的俄罗斯双人游大奖。是双人的，真的是好贴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三位茶道真兄弟呢，就来到了武夷山的青楼，体验了这个红茶的制作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哈，整个制茶过程真的蛮辛苦的，从劈柴、烧火、烘干，再到翻新，真的样样都是体力活，累坏我们三兄弟了。特别是这个林一伦大哥，因为私底下聊天的时候，他有告诉我说，他的心脏不是特别好，而且呢，身上也多处受过伤，所以真的这一天下来，他的这个体力能受得了吗？就差那么一点力，小小茶也干上，该做饭该做饭。我挺关心伦哥的，他。对，我去帮包子吧。好的。做每样工作都不容易，我们老说要重新思考人生，其实不需要重新思考，就是反思一下就可以了。当我们喝着这杯茶，坐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的时候，你就应该感到满足，你就应该感到幸福。哦，我看到林一伦大哥这么辛苦劳作的画面，真的好心疼啊！可是作为导演，心疼归心疼，该心狠的时候还是得心狠，要不然怎么能够让人体验到这个茶人制茶的艰辛，是不是？不过还好呢，这个林一伦大哥得到另外两位兄弟的这个宽慰哈，他还是觉得疲累都不算什么。特别是当一只小精灵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所有的烦恼跟辛苦都一扫而空了呢。好可爱。哥，你刚烘完茶。我是你的爸爸。哥，有人拍你的屁股。Oh no！ 我是你的爸爸。我也超喜欢狗。你必须要跟他平视，他才觉得你对他没有威胁。哥，孩子长得好圆呀，像我吗？我是说像合适，还是说不像合适呢？你冷是吧？大哥跟这个狗狗亲密无间的样子，你会想到什么？我不知道这个比喻恰不恰当哈，我觉得还真的蛮像初恋情人呢。你看，你侬我侬，情深似海哦，看得我都醉了。
同样是和这个动物交流，怎么这个包子好像就没有这么你侬我侬呢？因为这个包子跟这些动物交流的时候，感觉是徒增了很多的烦恼，而且呢，因为这个老师对包子的要求非常的严格，所以让包子是愤愤不平。这步他就有话要说了。我是真心的觉得，今天的那位老师，那位老师，包子下来加彩哦。你在电视里面可以看得见我说这句话，你是不是诚心的对我有意见？是不是？他就是从头让我完全没有休息过，从头跑到尾，甚至我还要去帮他找鸡，我还要去帮他找鸭子。哇、哦，天！刚才劈柴的时候门没关，鸡都跑出来了。少了两三只鸡。还有两只白的鸭子，等下就把鸡赶进去以后，好吧，来回窝了，快点，哎呀，又往里面跑，哎呀，有没有米啊？就是给鸡吃的那个东西，搞点吃的，说不定他们就进去。吃光了，不给你们的兄弟姐妹留一点啊，吃独食的。我觉得是这样，因为现在我发现啊，外面这边啊全被包着呢，所以鹅肯定丢不了。你先把栅栏关上，以免他们跑里面再跑出来，好不好？来，我说包子呀，你就这样敷衍了事，难道不怕老师秋后算账找你麻烦吗？关注东南卫视的官方微信，这样呢就可以参加由东南卫视和滴滴打车合作推出的千万元滴滴红包大派送的活动了，支持你喜欢的明星，还有更多惊喜等着你哦。那么离开了这个云雾缭绕的桐木关之后呢，三兄弟就来到了江西的河口镇，一条具有百年历史的明清古街。也因为这古街的建筑年代久远，所以这个木质的楼梯啊都比较脆弱，而且当时因为着急完成任务嘛，所以李威一心急就踩断了这个楼板，摔伤了腿。这一摔真的让粉丝们的心都碎了，我们导演的肝都颤了。那到底这一摔严不严重呢？赶快一起来关心一下。你知道找过了吗？没有。我今天发生一些意外，比如脚就是有点地板踩空踩破了，然后受伤，在那一瞬间我真的以为我腿断了。好，没事没事，可以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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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没问题。大概磕到腿，力量对，直接撞这一块，撞了地板。骨头可能一直不带劲，骨头可能一直不带劲。刚捏的人痛，这个地方痛，这伤。我看你那个，但是你最好要用点药哦。用点药是吗？对，我那儿有那个跌打的油，没事，我给你按一下。我回去自己把表面的伤口处理一下，其他的敷一敷就可以了吗？不能走啊，没问题，我有。那能走路，能走路，能走吗？确定能走是吧？能走。痛过去了之后，发现腿没断，原因是因为我今天穿了两条裤子。真的，我觉得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平常都没穿两条裤子，然后今天刚好里面在裤子里面穿了一条束裤，然后而且。这条束裤的这个部分是厚的，就刚好在我小腿的部分是特别特别厚的，看这种很厚的材质，所以它保护了我的腿。那就是这边掉一块皮，然后整个周边现在肿的痛的，然后这也有一个伤口，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我觉得反正男人受点伤也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还是以后可能要再注意一点，小心一点。说句实话，当时李威这一摔真的是把我们给吓坏了，因为他当时说感觉自己的腿都没有知觉了，怀疑是不是骨折了。哇，当时我们真的好紧张，你想想看，才走到第二站就碰到这么严重的事情，那接下来的旅程该怎么办呢？
所幸后来这个李薇的伤势经过检查之后发现没什么大碍，心中的大石头才算是落地了呢。不过通过李薇这次的受伤哈，我们不难看出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三兄弟的感情真的已经是越来越深了。所以啊，我们就相信说凭着他们三个人这股团结的心，那接下来不论任何的艰难险阻应该都不会阻碍他们前进的脚步的。准备好了吗，弟弟们？出发了！哇，这个小心啊！这个，开始我其实挺侥幸的，因为我觉得我的任务应该是最简单的。哇！进去开始状况就来了，鞋太滑了，开始乐极生悲了，要去放了吧，鞋太滑了，对，鞋太滑了，这个脚地滑，按说是每个人都一定要完成自己的事儿，对吧？那两个弟弟肯定也是我们自己能完成。有问题是吧？太滑了，鞋子太滑了，太滑了是吧？对。但是大哥一声令下说：“听我的，你走台阶儿。”好。完了，如果要是往下滑，你们帮着推。好。啊。咱们赶快过去。小心后面。那谁也不争。好嘞，来了啊。现在我们三个人，你不需要说更多东西，解释更多东西，越来配合的越好。在三兄弟的共同努力与当地百姓们热情的加油助威声中，三辆独轮车被顺利的推上斜坡。说到当地百姓，热情善良的河口人民总是不计得失，倾囊相助，给予三兄弟们最大的支持。对此，我们的林一伦可是最有发言权哦。哎呀，这个是什么？韭菜饼啊！慧姐您好。其实我没钱。没钱啊？来吃吧。啊？来吃。真的？谢谢您，一个够了。我真的没钱。来吃，谢谢。不辣，很好吃。嗯，能卖多少钱一个？哎，一块五两个。一块五两个，谁买？我买。谢谢，这是三块。好的，三块钱四个。嗯，谢谢您，谢谢。不过您要是饱了的话，您也可以把它给我。因为我还有两个伙伴没吃饭。谢谢您。还有特色小吃啊！但是我要完成任务。哇！哇！哎呦，太好吃了！这样，我们先完成任务，一会儿等完成任务以后，我还有两个兄弟，让他们跟我一块儿过来，能等我们吗？谢谢。多亏了林一伦对美食的执着以及河口人民的大方热情，完成任务后，三兄弟们美美地享受了一顿纯正的河口美食。河口站的录制让我们感受到了当地的淳朴民风以及百姓们的热情好客，再次感谢你们的支持与帮助，我们后会有期了。到真兄弟播出期间，大家只要关注我们东南卫视的官方微信呢，就可以参与一元钱秒杀千元茶的活动，真的只需要一块钱就可以秒杀到价值1000元的福建茶叶呢。全球电动车真正领导者雅迪电动车邀您参与节目微博互动。
参与十道中兄弟微博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球电动车真正领导者雅迪电动车送出的电动车一部。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让我们下周再见。